今年税收又超收啊，超收三四千亿的。啊，是啊，我都没来注意耶。因为去年是超增6000多亿，啊，才一两的，万两千块啊，是，一个人6000块啊，啊，本来无完啊，春天讲提补贴中油，我爱看台电啊。出口要变呢，这边要出口可以。可以啊。